我会讲到，说恩典的话和怎样柔和说律法的话，这个包括人际的关系和讲道。找一些时间，我曾经讲到怎样用恩典推动人，用恩典推动人去跟从神。因为他在律法之中，常常说律法的话，很多就是要求要做什么要做什么，就是讲道的时候也是很多去要做什么，或者是没有做什么你就有什么错，你做的不好，这样的话就是律法推动，就是会觉得人就会觉得有压力，觉得很累，容易会觉得累，所以我现在再示范一下怎样用恩典鼓励人，怎样用恩典鼓励人，就是例如我鼓励人饶恕人，怎样鼓励人饶恕人，有些人是这样的，有些人他们就说你不饶恕人，神也不饶恕你的，这个就是律法。但我们可以这样说的，神多次的饶恕我们，他是饶恕的神。如果神不饶恕我们的话，我们有很多的如果神不饶恕我们的话，我们就每个人都有很多的罪，但神是怜悯的。我们想一想，我们怎么多次犯罪，但神还是感动我们，带领我们柔和的感动我们去悔改，这个是神的恩典。如果神是严厉的话，我们都不能站立得稳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稳，但我们感谢神，神是柔和的，神是饶恕人的，神是怜悯人的，所以他有所以我们能够在神的里面能够成为神的儿女。其实每个人我们的神，我们多次犯罪，他还是感动我们，带领我们去悔改，这是神很大的恩典当我们想到神这么大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也想到其他人，他们也是被罪控制，他们很可怜，他们在很多痛苦之中所以他们被人伤害，所以他们会伤害我们所以当我们能够柔和的对他们，好像耶稣怎样柔和接纳我们，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帮助这些人祝福他们，安慰他们的心饶恕他们你想到在天国里面是这么美好，如在天堂有一天，有些人去过天堂，他怎样说了，他见到有些基督徒本来在地上可能对他也不是这么接受的，有些基督徒可能对我们很不太接受，但去到天堂，这个人对他极度的接受，他感受每一个人都接受他，这个就是天堂的美丽，天堂里面完全的接纳，这种接纳的情况好不好？完全的接纳，神完全的接纳。有些人有很多罪，他很怕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很惧怕，他们有些人有死过，然后见到神的时候他们就很怕，但神就显出他的饶恕，这个饶恕是非常的强烈，所以当我们能够饶恕这个人的时候，神就很喜悦，神就会祝福你，提升你的生命，也是神在感动你。你有没有感觉里面有感动叫你去饶恕他？你有的话，这是圣灵在感动你，圣灵在带领你，你饶恕他，神就喜悦了。这是用神的恩典，神的对我们的接纳，神对我们的帮助来鼓励我们去回应神，去饶恕人。好，我用另外的例子鼓励人祷告，因为神是充满
所有恩典都在他手中，万物都在他手中，所有福气在他手中。当他要建立人的时候，他有所有的能力能够做极度美好的事情。例如我自己，我出生是贫穷的家庭，原因是我的家人赌博很严重。有些时候我后来在中学的时候，有些时候做工赚了钱买了衣服，后来有一天发觉没有了，因为家人拿去卖了去赌博。我是在这个家庭长大的。 当我信耶稣的时候，神就为我预备极大的恩典，他就为我开路，其实是后来有人帮助我去外国读神学。这个是神的预备，不是我祈求得来的。所以我们知道神能够将最好的给我们。当我们祈求亲近神的时候，神非常的喜悦的。我们来到神面前，神是很喜悦，他因我们喜乐而欢呼，他就为我们预备极大的恩典，其实已经一早预备好。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，他就将这些恩典放在我们生命中。你想不想你的生命蒙福？当我们每一天以神为乐，神就将我们心里所求的赐给我们，我们的生命就可以极度的提升。你想不想你的生命都是这样？你想的话，你亲近神，你祷告神，你不需要每一天告诉神我需要什么，你就是神啊，我喜爱你，我感谢你，你是爱我们的神，我愿意遵从你，我愿意侍奉你，我爱你，你是我的生命，你是我的一切。当我们以神为乐，神就将最好的赐给你。那你想不想多亲近神啊？同时你亲近神的时候，你发觉有事情发生，你赞美主啊，我发觉神的能力临到你身上，你发觉有平安喜乐，是不是？这是神马上回应你，也是圣灵感动你，所以你会祷告。所以神是创始成终的，他改变我们，赐给我们动力去祷告，然后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他就成全他的工作，他就将礼物赐给你，是你不能想象的礼物。其实我认识你的牧师也是很偶然的，就是神的安排，这个就是神开路，神开路祝福他，祝福你们，也祝福我，让我有机会祝福更多人。这个就是我们没有祈求，但神为我们预备。这个原来这个神是这么美好，那我们多祷告好不好？神就每一次祷告都要这样礼物赐给你，你就更蒙福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是用恩典推动人，这里有多少人是有讲道或者是解释圣经帮助人的，请你举手。有多少人你有讲道？有讲道讲圣经的，请你举手。好的好的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可以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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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放手，可以了，可以，好的。那你们讲的时候很重要是怎么样呢？就是告诉他们神怎样改变你，感动你，怎样为你预备道路，怎样推动你去亲近神、遵从神、侍奉神，他怎样在你生命中做很多工作。当你回应他的时候，他怎样欢喜，他已经为你预备美好的计划，他就会成就这些计划，他就会帮助你进入神奇妙的计划。而且每个经文都可以在里面看到不同神的工作，例如这个经文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这个代表什么呢？就是神超越顺境和逆境，所有这些顺利的环境或者是 不顺利的环境，神都掌权。当我们爱神的时候，神就叫万事叫我们得益处。就是逆境，你被人伤害，对我们有益处。为什么呢？当有伤害的时候，你处理你就成长了，你处理人的伤害，你不放在心上，你的心里就有力量，就有平安，就喜乐，
以后有人伤害你，你不会容易受伤害。这个你就变为，就是人不能伤害的人，有很有能力，很有平安。这个就是神的计划，每一个都可以成为不容易伤害的人，人伤害你也不能伤害，因为你有神的平安，神就帮助你，任何的伤害你都能够处理。这个就是讲到这个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我现在不但是讲这个讲到，是讲到与人的关系。好了，恩典的话和律法的话，我想问你，在你的家中说话的时候，讲话的时候，是这个气氛是很开心啊，很柔和啊，或者是很多批评啊，很多压力啊，是哪一种比较多啊？是的，你享受批评吗？不享受。神要我们说柔和的，是不是说话柔和？柔和的舌头能截断骨头，但很多人说不能柔和啊。怎样说柔和的话？这里我解释一下这个恩典的话和柔和说律法的话。我想问你一下，我今天教导这么长的时间啊，教导我们怎样处理生命、处理罪、怎样进步。我有没有令你觉得有压力啊？没有。为什么呢？我是用恩典的方法，是不是？恩典的方法，那我问你，是不是恩典的方法不能改变人呢？有些人说你这样柔和，人不会改变的。但其实，当你告诉人你的生命很宝贵，神真的要使用你，真的提升你。你遵从神，神就很喜悦，就提升你。这样的话，他如果关心自己的生命，他就会说：“我愿意爱神、遵从神，我的生命就被提升了。”你想不想你的生命被提升啊？充满能力。这样的话，这个是恩典推动，不是说啊你要做什么，你要做什么，你没有做，你有没有祷告？你祷告多少时间了、啊？你祷告多长时间？你祷告不长，所以你就。生命不好了，这是批评的教导。批评的教导，有些时候可能会好像很快看到果效。你骂你的孩子，不要动，他马上不敢动，走开，他马上走开，很快见果效。但慢慢他惧怕你，不喜欢你，因为知道你常常骂他。但如果你常常都欣赏他，鼓励他，但你说我的孩子不好，怎样鼓励呢？你可以看看你的孩子有什么长处，你就说，孩子，我看到你画图画很美丽啊，你的数学很好啊，数学很好啊，你写的作业很好啊，你很多东西做得好啊，我看到你将来神要使用你，祝福你，你相信吗？就是你找一找你的孩子、你的家人、你的丈夫、你的老婆什么长处，你就告诉他，我留意你有什么长处。其实人会被鼓励的，人会被鼓励的，就说啊，原来我有这些潜质，我不知道。原来我神给我这些恩赐，我不知道。这个欣赏的方法更容易鼓励人。我有一次有一个婆婆对我说啊，她是跟她的孙子住在一起，因为她的孙啊父母，她的孙子的父母不照顾她，所以她就照顾她的孙子。她说我的孙子不喜欢跟我沟通的，她回家就马上进她的房间。我就问他你怎样与他沟通啊，
他就说我常常都去说他什么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啊，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，我说你常常都去告诉他你要做什么，他就不喜欢听你。我想问你，如果你回你的父母的家，你的父母就说你要多祷告，你知不知道啊，你要悔改，你要对你的孩子更好啊，每次都是这样对你说话，你会有什么感觉啊？就会令你没有动力，是不是？我就问这个婆婆啊，你的孙子有什么长处？她说有啊，她说啊，有一次她忘记带她的书本回家，然后她的同学会带回来，将这个书本从学校带回来，就是说她的同学都对她很好，她有好的朋友。那我就问他，那你当时对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，我就告诉我的孙子，以后你不要忘记你的书本在学校了，也是教导。我就说，你想一想，你可以怎样欣赏你的孙子？他想不到，我就说，你可以告诉他，啊，你对人都很好啊，所以你的朋友都对你好啊，我看到你在学校有好的朋友啊，所以你的同学会将你的书本带回来，这样的话你的身体会不会舒服一些啊？会的。就是欣赏的话，看到他的长处的地方，人就会更容易改变。我想问你，你参加教会聚会的时候，小组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告诉你的教友啊，你有什么长处啊，我看到你什么长处啊，你做了什么好啊，有没有这样的习惯了，有没有这个习惯，你的教会有没有对你说啊，你看到你的恩赐啊，你的对神的爱心啊，有没有啊？很少。所以在教会，其实在教会也比较少啊冲突，是不是？但也是不习惯说恩典的话，是不是？就是因为这是人的习惯，人就是习惯不说恩典的话，不说欣赏的话。如果我们去留意人的心，我们留意到他的长处，就说出来，这个是给人很大的鼓励。我们开始这样留意，在这个聚会里面，我留意有些人，我留意你，很有心学习，很专心学习，而且在吃饭的时候他跟我沟通他怎样学习啊，应用啊，我觉得很被鼓励。每一次我见到你我都很开心的，刘牧师我见到你也是很开心的，你常常笑。他也常常安排我去某些地方去服侍啊，我看到你姐妹黑衣服的，我看到你对神很真心，我看到你真实的眼泪，这个是神给你的，你这个不是假的，是神真的感动你，你真的与神有这个真实的关系。我看到姐妹们，你们经历圣灵是很大的礼物，是你投入的话，你将来经历更多，你经历喜乐，你保持，这是你的灵是开放的，神就祝福你。那你们还有其他人哈，我欣赏你有心学习弹琴啊，还有你也是学习弹，有心学习弹琴。我们都可以看到人的长处就欣赏他，这个不是假的，是真的。也是常常讲一些，有你真好，有你在教会里面真好。我常常对我的太太说，有你真好，我很开心，我真的，我对她说，你是神给我的很大的礼物，在地上最大的礼物。这一句话就够了。他的确是这样，但我是每一天都对他说不同的话的，我每一天，因为他的确是神给我很大的礼物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能够鼓励周围的人，也是真实的。其实
我想问你，你有没有看到某些人的长处啊？有没有看到？有。但是就不就是不习惯讲出来，是不是？就是不习惯，是不是？啊，现在这里有没有你认识的人？有没有啊？你有的话，可不可以现在就对他说一说，走过去说一说，你认识人，你看到他的长处，你就走过去说一说，好不好？我给你一分钟去做，现在去做。当人对你这样说话的时候，你的感觉是什么？心里开心，被鼓励，是不是？我想问你，这些话是不是真实的？是真实的，就是没有这个心去讲出来，是不是？就是没有这个习惯。所以我希望你们都习惯讲恩典的话。恩典的话包括什么呢？神在你生命有奇妙的计划，神要使用你。我看到你的恩赐，我看到你对神的心，我看到你关心人的心，我看到你传福音的心，我很欣赏。啊，我的教友有些时候告诉我，他们去探访某一个人啊，帮助某一个人啊，我就马上说，我欣赏你，神欣赏你，你做得很好。这样的话，人就被鼓励，也可以告诉他，耶稣看到你这样做很喜悦啊。好了，这个是恩典的话。但我也会说，我们需要讲律法的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事情要做，是不是？我们也需要讲律法的话，但怎样讲呢？你看看，不孝，运气就不好啊。我就会说，那你想不想真的从心里面开心出来？就是有任何地方可以进入，他有什么地方开心的地方，我就进入这个地方；不开心的地方，我就进入的地方。有任何人讲出他任何的开心、不开心、困难，或者是他顺利的地方，我就用这个地方进入他的生命中。这个就是智慧，能够，因为他开心的地方，你跟他沟通，他就很开心的。他开心的地方，例如你的老公可能很想看这个这些运动啊，电视的运动啊，有些时候你陪他看，也是让他看到你看重他，陪伴他，不代表你永远陪伴他去看，但有些时候你跟他一起开心的看，他会更听你的话。这个是就是能够进入人的生命，他喜欢的东西你进入他的生命里面。好的，这个提问啊，如果有人是赌博啊、抽烟啊、喝酒啊、失控，其实这些人很困难，很难帮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瘾控制他很厉害，他很难改变。这个真的需要找一个地方，他有一个需要，他有一个门开了。例如他说啊，不开心啊，啊，很烦躁啊的时候，我就会说，告诉我什么地方不开心，什么地方烦躁，然后聆听他，关心他，然后说我知道你不开心，我知道你辛苦，你想不想找一个方法可以开心，可以有力量，可以处理这些问题。有些赌博输了很多钱，他就很不开心了。我知道你输了钱很不开心，你觉得赌博的时候是不是赢，是不是赢钱，赢赚输钱，还另外是赢，是不是赢钱多还是输钱多？其实赌博人都是输钱多的。是。那你觉得为什么输钱多了？因为这些赌博的地方都是赚你的钱的，所以你输钱多，那你这么多钱如果没有输的话，你可以买很多美好的东西，你要不要这些钱留下来呢？其实你希望赢到钱，其实赢不到，
你想不想改变呢？结果就是有些时候就是趁他有不开心的时候能够进入，但如果他在发怒就很难改变的，他在骂人就很难改变。喝酒人可能过一天之后他很后悔，你就问他，你昨天喝酒这么厉害，你今天觉得怎么样啊？你觉得喝酒对你好吗？就是用这些方法。他说我里面很空虚，所以我喝酒。那你想不想有方法可以处理你的虚空呢？内心的空虚呢？